这个角球直接又是跳菜瓜的一个斜线球破门中网，这次呢则是由二号的替补的球员陈敬玄在这个角球，在这部分来讲呢，是不是包括后防呢以及守门员呢还要再保持专注。哇，吴凤科他这场比赛也踢进了三球，而且有两球呢是定位球，并且是直接打门，角球的一个旋转，哇，李明威没注意到。